表姐，我想死你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送我回来的，说要见你。表姐先借我用用，反正你们一会儿大把时间快啊，我先耽误几分钟。表姐，给你我抢的新年礼物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一指南吗？哎呀，看这个呀。表姐，你喜不喜欢呀？这12个人可是全院票选出来的，是不是把马大排得特别帅？还行吧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这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是我抽奖抽来的。我可是放弃了卖高价的机会来孝敬你的。谢谢你在我妈那儿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我才没因为去救援的事儿被她念叨死。长大了嘛，知道回报我了。嗯，那是。所以你记得过年的时候给我包个大红包啊。哦，好了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。表姐再见。老大，拜拜。还看，比真人还好看吗？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性感的一面。不止，我还有感性的一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回来了怎么就这么不是时候呢？啊，让一让。你怎么就不知道让一让？你养的狗当然随你。这你看起来还行啊，看来救援挺顺利的。还好还好，多亏有你惦记。要不你二位继续。走吧，让一让。走，回家。这边。去我家。哎，你俩干嘛去啊？让一让，你先去我家吧，我拿东西去了。哎，你们房间里有灯泡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帮你看房子，我肯定在这儿。啊，看来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没有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的任务都已经圆满完成了，就不打扰二位的二人世界了。我走了啊。就不打扰你二位了，住好。让一让，不留下来吃饭吗？老假惺惺的，留着自己慢慢吃吧。哎，对了，老闷头让我提醒你，过年的时候不要忘了给你奶奶买蓝色的蝴蝶兰啊。要不，我们还是先吃蛋糕吧。